当小牛，但虽然你是一位，也不过那是愿意艰辛修炼，以后嘛会当加强程度。为啥要你咧伤害恁娘呢？这是我甲林春生的代志，我可劝你上好卖多管闲事。今日既然好过无期，免有可怜，目少金金，看你爱伊死命啊！你若唔去听我劝解，休怪我对你手下就不留情咯。既是如此，公卿便属主出手告辞。这是老娘的事辈，却是全身的苦无力啊！客气了，自古计是后，我名唤陈胜友，告诉你嘞，我叫做林春生。林春生，其实不瞒你说的，我是福德寺人，所以面上要叫弟弟素鸾，我方才用了面具，将伊打伤。姑娘，要无安尼先？人讲抬鱼抬透天，叫人叫透机。我起码上云那个真痛疼啊呀！虽然我暂时会当给你疗伤，不过毕竟伊是妖怪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你上云地当散落，不如安尼先。讲家中，就算性命不换，你也无去嫌。随我倒转来去，我将你疗伤。也是我的原因。既是如此，那安尼林公子，你是骗客人。对喽。
心头是乱猜猜，这人生是好为是好，为受伤嘛无奈何。哎呦，好地加西有姑娘好我靠，不免在外面妈妈。